2024总统大选呢是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现在各政党都是火力全开。那国民党为了抢攻政党票，今天举行不分区特工队的记者会，想要来抢攻年轻人还有中间选民的支持。而国民党的大哥哥林涛呢，也同步出任2024总统及立委竞选平台的发言人。林涛去年在桃园选举关键时刻出任桃园市长张善政的发言人，接连揭发了中国鹏、八八会馆集团炒地案等案，上个月又在蓝白河君悦会场直接杠上现场主持人黄世修，一吐蓝营怨气，成为声量指标之一，也成为了蓝营战将。辅选人士透露，林涛接任之后将一连与各区域选战呢联防接壁，目标是要跨过总统当选门槛。该人士也认为这个举动是朱立伦 all in 倾尽全力冲刺侯友宜过关，力保明年大选之后党主席位置依旧要坐得安稳。马上就要到选举了，现在很多各家呢都推出了自己的民调。那现在呢，就让我们来看到的是美丽岛电子报今天所公布的最新民调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呢，目前稳居第一的呢是赖萧佩，来到了35.7%，而紧咬在后的呢就是第二名的侯康佩，31.7%，而目前呢位居落后的就是第三名柯盈佩，18.6%。另外呢，特别值得注意到的是，赖萧佩其实上一次赢侯康佩呢是5.7%，那这波呢只是赢了4%，所以两组人马的差距呢可以说是正在缩小当中。另外在区域方面呢，侯康佩呢拿下了6个县市，分别是新北市、台北市、桃竹苗以及宜花东，都是由侯康佩拿下了冠军。然后呢，赖萧佩的部分呢则是稳居了中南部的基本盘，州彰投、云嘉南还有高屏地区都是拿下了第一名，所以两组人马的差距呢可以说是越来越缩小当中喽，选战非常的激烈。对，那其实啊，针对像现在的民调啊，前立委郭振亮他就说，他觉得现在的民调其实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，就是呢没有悬殊的领先差距，而且呢他也指出说赖清德在台南已经破盘了，不是一块铁板。针对近期民调，郭振亮在节目中指出，南部有些人立委票要投给民进党，但是总统不会投给赖清德。事实上，现在的民调有个很奇怪的现象，就是不管哪个政党都要注意，现在没有悬殊的领先差距。例如，总统蔡英文在2020年在台南开出了67%的支持度，而在云嘉南地区几乎也都超过60%，但这个现象在2024总统大选绝对不可能有。郭振亮认为赖清德在高屏地区的盘应该会开得不错，大概破50%，可是他在台南的盘已经破了，不是一块铁板，而且这个现象已经很久了。而民进党各地立委的竞争距离在5%以内的大概有14个区，非常可怕，一翻就不小心没了。中选会啊，今天正式公告了第16任总统、副总统选举候选人的名单。那其实啊，这个号码嘛，之前就已经知道了。1号呢就是柯盈佩，2号是赖萧佩，3号就是侯康佩。那其实啊，大家特别注意的是呢，这个活动是有些规范的，像这个竞选期间有些相关的规范。那呢有。从明年的1月3号临时开始呢，就不可以再发布任何有关民调的消息哟。所以呢，这个呢，不论是媒体啊，或者是大家呢，都要特别注意到的。没错，没错。那因为现在选战呢，其实已经进入最后倒数阶段了嘛。那其实各阵营呢，都有发出了一些些的小小隐忧。对此呢，资深媒体人王阳明他昨天就有提到，赖萧佩其实隐藏着一个大大的隐忧。那个人呢，就是消失在造势场上的新北竞总主委于天，因为于天。那其实上一次公开现身的时候是在11月4号的造势大会之后呢，就再也没有现身了，而且连他的脸书呢也并没有公开。传闻呢是因为没有被列入不分区立委名单而感到失望。不过针对这样的说法，于天本人并没有回应。王明表示，其实今年
其实于田今年初已经决定交棒给现任议员李坤城，自己则想要转战不分区。而八月、十月与赖清德同框时，于田都曾在公开场合积极表态，争取11月4号新北竞总成立造势大会上也有提到此事。而当时于田特别强调自己报名了不分区，没有想到11月15日民进党中执会通过的不分区名单中，于田根本没有在里面。王阳明透露，事前绿营内部没有人先和于田沟通，这让于田感到很失望，进而退出了辅选的行列。一度还传出于田有意辞去新北竞总主委，想要退党等等的传言。不过，关于王阳明提到的内容，于田目前尚未对此做出回应。而对于于天久久没有出现在造势场合上，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表示，那是因为于天身体有一些些状况，不分区提名都已经过多久了，怎么会有这样的说法？刘世芳回应，于天本来就是新北竞总的重要操盘手，他身体健康有一些状况，不分区提名到现在都多久了，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呢？选战是非常累非常辛苦的活动，自己督导全国的姐妹会，他也说若可以帮忙想跟太太一起出来，但他太太身体也是不是很舒服。民进党是非常体贴的政党，不要用泛政治化的议题来评论他。国民党台北市立委参选人徐巧芯昨天召开记者会，指控说，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，她在2022年任职驻美代表期间呢，曾经密会美国犹如战争白手套的团体。那对此，萧美琴昨天出席活动时也有回应，她说这个指控还蛮乌龙的。国民党指控萧美琴密会美国精神创办人 Jim Kank， 该组织的操作模式是会提前进入战争高风险地区，介入当地政府国防政策，建立民兵，并且主张台湾若干年内呢，恐怕会面临中国大陆武力犯台危机。国民党质疑台湾现在没有战争，为何要到台湾来发展？这符合我国国防部现在的行动纲领吗？对此，赖清德竞办发言人戴伟山强调，国民党口中的密会不过就是一般聚会，对于国民党近日接二连三的乌龙爆料，也再次证实真的是选情告急，只好透过抹黑、捕风捉影等低劣手段来试图影响选情，也影响台美关系。他强调，国民党这样的乌龙爆料不会是最后一次，国民党还会再抹黑一个月。好，接着呢，要来跟大家说，1月13号嘛，是2024总统大选。那在前一天的选前之夜的活动呢，也非常的重要。那现在呢，各政党呢已经都选定了选前之夜的地点了。首先呢，带大家来看到的民进党赖萧配呢，他们会办在板桥的第二运动场。那国民党的侯康配呢，会选在板桥第一运动场。有没有发现呢？两个呢都是在板桥的运动场呢。对，其实呢，这两个地点还蛮接近的，所以到时候啊，真的是要拼人气了。那来看到呢。这个民众党的柯以沛呢，是选在非常抢手的这个凯达格兰大道，他们抢到了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地点。对，那其实呢，这边还蛮特别，是因为是1月12号的选前之夜活动嘛。那其实，在前一天1月11号呢，凯达格大道呢，其实是这个民进党要在那边办活动，所以也就是说呢，民众党柯文哲呢，他可能来不及呢，前一天先去搭建这个舞台，哇，会变得时间很赶。对，时间会变得非常赶。不过呢，柯文哲说他居然开车也是会去到那边的。哦，没错没错。好，那因为现在时间真的非常接近了，究竟会怎么发展呢？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。接下来呢，让我们去转换焦点，看到的是人气有非常高的棒球选手大谷翔平。他今年季后呢，以史上最高的合约10年7亿美元，选择转战了洛杉矶的道奇队。而今天的球团呢，也举办了加盟记者会，对此大谷翔平也亲自说明了选择道奇队的原因。穿上洛杉矶道奇17号球衣，大联盟日籍球星大谷翔平今天与球团在道奇棒球场举行加盟记者会。还没开始，球场旁就聚集了许多媒体，附近交通挤得水泄不通，座位几乎全满。而大谷翔平身穿深蓝色的西装，搭配道奇蓝领带，再穿上17号球衣，脸上挂满笑容，开头便说：“感谢相信我作为球员的道奇队。”不过，大谷翔平和道奇签了10年7亿美元的合约，其中高达6.8亿却是延迟付款，也让大家不禁好奇，为何大谷翔平会选择道奇。
面对媒体的询问，大谷翔平回应，其实在他发文的前一天，他才决定加盟道奇队，各个球队都很棒，要做决定非常困难，但最后还是选择道奇。因为道奇的管理阶层曾和大谷翔平说，他们过去十年都打进季后赛，也赢得了一座世界大赛的冠军，但还是觉得是失败的，让大谷翔平觉得道奇和他的感觉一样，都是在乎胜利的。道奇和他有着同样的热情价值观，让大谷翔平直呼迫不及待加入道奇队。